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军旅花大视野》，我是栏目主持人袁冰。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接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后，迅速开赴地震一线抢险救灾。那相信这些天来，512大地震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现在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抗震救灾一线的情况。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胡锦涛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2008年5月12日，一个猝不及防的日子，一个使中华民族蒙受灾难的日子，十多个省份一时间草木惊悚，山河变色，大半个中国为之震颤。灾难降临，整个人类的目光向天府之国聚焦，公路中断，铁路中断，刹那间一座座城市，一片片山村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景色，孤城寒舍，呻吟哭泣笼罩着整个巴蜀大地。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就在那个黑暗时刻刚刚过去，随着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人民子弟兵冲到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伴着急行军的步伐踏起的烟尘，部队官兵以最快的速度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祖国的召唤，人民的需要，永远是人民子弟兵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地震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共有13万多人，共出动各型飞机4000余架次开赴抗震救灾一线。短短的时间内，从普通士兵到最高统帅，形成了无可抵挡的巨大合力，冲破一切障碍，排除千难万险，开始了惊心动魄的生命大营救。刚才这个短片我们可以看到，每当祖国遇到危难的情况，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的人民子弟兵都会冲在抗震救灾的一线。那本期话题呢，我们就聊一聊，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子弟兵都会冲在危难的一线。那现在先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场的几位嘉宾。这位是解放军画报社原社长、高级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中国画报学会副会长贾明祖。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你们好。这位呢是我们军旅花大视野的老朋友了，他是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的导演翟俊杰。你好，翟导。你好，严冰。观众朋友们好。介绍一下第三位嘉宾，他是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张佑明。你好，张主任，欢迎。严冰好。大家好。第四位嘉宾呢是资深摄影记者、副高级研究员常青。你好，常老师，欢迎您。主持人好。观众同志们好。像历次抢险救灾一样，地震发生后一声令下，人民子弟兵就会冲在最前面。解放军快速反应、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令世人震惊的。那几位嘉宾，你们所了解的目前解放军的快速反应能力都表现在什么方面？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发生很多的灾难，很多次灾难，比如说地震啊、抗洪啊、森林大火、抗击匪敌等等，灾难很多。当灾难一成型的时候，中央党中央这一号召，我们军队就立马就行动，我们的军事记者就立马行动，好像已经是形成一个职业反应了，一个军事记者的职业反应。四川汶川地区大地震，马上就反应到中央，马上要有决定了，要行动了，我们军队马上就要行动了。果然一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的记者开始行动了。那常老师，您作为一个老百姓，您对部队的集结有没有印象？有印象。解放军的集结相当快。他这个时间就是生命，所以你来的越早呢，抢救的人就越多。这次那个汶川大地震也是这样。是。所以我们的部队，包括我们的军事记者，心里都很清楚。我们要进取到震中去，我们不知道震中究竟发生到什么程度，人房子究竟怎么情况都不了解，就是心里很迫切想下进去，所以说想了很多办法。其实第二天，其实我们应该是行动还是很快的了。大家都知道，都江堰市到那个文昌这条路，这个地形是很复杂的，
很难走。那么公路走不通了，确实是没法开通，一下走不通了，怎么办呢？就我们想了，就马上应急措施，走水路。水路我们就部队准备了很多的冲锋舟。那我们的记者啊，以上了这个冲锋舟，因为记者吧，总有一个什么呢？要到很快的时间，第一时间和部队第一时间到了，同时到达，能够把部队抢救地震灾民的一些状况能够给他记录下来。因为新闻记者就是要现场记录，是不是？要是第一时间，哎，第一时间，这是最精彩的场面。所谓精彩的场面，就是解放军救人救灾民，这是最精彩的新闻瞬间。大地震的这个季节之快，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的部队啊，随时准备着保卫祖国，哪里有突发事件，部队马上就能开进去。刚才贾社长他用他们报社的这个情况，现身说法的讲了我们这个部队快速反应的情况。事实上，就从这个四川这个灾害发生以后，我一直在注意这个情况，虽然我没到第一线。对，这个外电对我们这个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是给予很高评价的，国际上普遍都给予赞扬。我举一个例子，就是5月15号奥地利有一张报纸叫《新闻报》，这张报纸里边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表现出像中国军队这样出色的能力。我想他这个评价这可以说还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符合，也是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为什么像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这个地震一发生以后，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声令下，我们军队就从四面八方立即出动，从陆上、水上、空中来勤力的支援。可以说我们这个军队在应对这场自然灾害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快速反应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个为什么这次在这个灾难面前，我们人民子弟兵他部队做出这样一种快速的反应，连西方媒体都感到很吃惊，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受震动。我想这是和这个人民军队说他的宗旨是在一起的。我们不是老爷兵，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人民的子弟兵，所以他养长期以来这种光荣传统始终是发扬着，始终在每一个兵员的心中，枪声就是命令，中央一声令下立刻行动，他才能做到这样子快。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到抗震救灾的一线，我们都是通过电视画面来了解现在这个赈灾现场的所有的情况，最新的情况。还有什么渠道能够了解到现场的情况呢？这个作为我是一个老的军事新闻工作者，我们这个就是画报、军报，很多新闻媒体，实际上电视各方面广播现在都在报道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个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的大地震。那贾社长，我们从这个不管是军报上还是各大媒体这个新闻报道上都看到了从灾区传来的第一手的资料，那咱们这些照片也好影视资料也好是怎么传回来的？这种传输困难吗？这次灾难信息传递啊有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局部很少一点，而我们的官兵做的事情救人也好等等的一切艰难危险的一些前线也好，很多很多他们都记录在他们的镜头之内。那我们新闻记者在现场拍回来第一张照片是哪张？5月13号的凌晨上午拍的，就这个照片大家看的，报纸可以见证，日子就可以见证。5月13号表现的这两张照片，部队官兵和国防救援队、国家救援队，一起来救助这个女孩子，这个已经救出来了。你看，经过6个小时救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行动我感到是相当快。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们的价值观也在变，军队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然而，无论任何时候，无论遇到怎样的大灾大难，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已经成为中国军队不变的军魂。在抗震一线，每个军人都向废墟下的生命发出了深沉的呼唤。
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血脉能创造奇迹，你的呼喊就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我数秒等你消息，搭起双手筑成你回家的路基。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你的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生死不离，永不放弃。人民子弟兵在历次灾难面前都以自己的英勇无畏、无私奉献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用自己的坚强和果敢奏响了一曲又一曲新时代的凯歌，他们一次又一次被人民称颂为最可敬、最可爱的人。小妹妹，现在不要说话，保持体力，等叔叔来救你，听见没有？辛苦，战士们辛苦得很，真的，大力解放军大人。他们部队上这么多人来关心我，我感谢他们解放军救救我们，感谢解放军，感谢共产党，我们太感谢他们。谢谢。解放军做得好，给我们做的条件对我们也好，又给我们弄吃，又给我们弄这个照顾得多么好。啥子哎，所有的朋友都是来解放军打的，解放军这些人好得不得了。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重获新生的人民群众对解放军是由衷的赞扬，我觉得这些赞扬对于我们人民来说是发自内心的。张主任，您说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哎，大家都说关爱生命，以人为本。作为我们人民军队的每一个干部也好，还是战士也好，我们在讲以人为本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讲人民的利益，是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以人为本的主要的方面，嗯，来强调来进行的。所以的话，无论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们这支军队都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像是我拍一个电影叫《惊涛骇浪》，也是面对着这个巨大的自然灾害，说几个老兵给抗洪救灾的战士献酒的时候，手都磨烂了，连一个茶缸酒杯都接不住的时候，老兵掉着眼泪说，新时期的兵，现在的兵，能打胜仗依然是最可爱的人，我们放心了。有一句这样的台词，就这样子。所以我看到这个，从这个媒体上看到这些照片，看到这些电视的镜头，我心里头不单是震动，一种震撼，我是很感动的，很感动的，为我们的这些年轻战友感到自豪。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士兵依然保持着、传承着我们军队的光荣的历史、光荣传统，光荣传统，服务人民始终是刻骨铭心，在发扬着。嗯，可是灾害，咱们国家一些灾害发生多了，因为经常我们军队去参与去救灾、抗震救灾啊。抗洪救灾啊，森林大火啊，沙石啊，抗雪，因为还有小的很多，因为都是军队我们去创意。所以说我刚刚说了，我们的职业记者的一种反应，自然的本能的反应，灾害的时候我们军队想到我们军队就应该去，这是我们无法推卸的责任，这是我们必须马上要去的，就是中央肯定会很快的做出决断，同时我们军队早就有所准备，而天天考虑的就是，不管无论是什么灾害，哪里只要国家需要，我们军队就立马到那里去救灾，这是我们的职责。
意见，就像是中国有一成语，是不是？确实是整戈待旦。我们这支军队实际上把应对自然灾害当作一项职能。对，因为我们这支军队和外国军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来自于人民，来自人民，人民养，服务于人民，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可以说，一起为了人民，把人民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也是我们行动的根本的一个标准。可以说，所以当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不论是战争的威胁或者是自然灾害的威胁，我们这支军队肯定是冲锋在前的。像这个在长江流域，老百姓都说那样大的壮阔的场面，部队出动的之多，然后呢反应之快，是老百姓是非常的震撼的。我在那个地方看到，我都有这个体会，那些解放军战士，咱们部队的战士，有的就是十八九岁，那还是个孩子，如果他不穿军装的时候，他不就是一个孩子吗？的确是这样。但是呢，穿上军装，他就肩负起了自己的使命，把人民的生命财产高于一切，于是他就要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地冲上前去。那后面我们挂的这幅大照片可以看得出来，记录的这次地震当中解放军官兵尊重生命、挽救生命的感人画面。那贾社长，您是从事新闻记者这个30多年的这样一个老的新闻工作者了，那您怎样看待这幅照片？照片是刚刚发生的，记者显然他是在第一线。你看这张照片的表现，它的这个要素很明确，后面是一个巨大的滚石，显然这是从这个山坡上滚落下来的，把道路封死了，不通了啊。那么战士们为了救群众，受灾的群众，他们不顾一切，看来是翻过重重的山林，到了偏僻的一个地方去救灾去了，在废墟中找到了被压在废墟中的一个人，战士官兵，我们到一线，到抗争一线去救灾、去救人、去救命，这个主题很鲜明地表达出来。他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没有担架就用长坡、长板啊，没有路，我们翻山越岭啊，也要把人救出来。路没有了，巨石那么巨大的一个滚石挡住了我们的路，但是他们挡不住他们救人的路。从战士的神态和动态，就是充分表达了，就是我们人民军队对人民的一种爱，对人民的一种情。我们可以不惜牺牲一切，我们要把人救出来。在没有硝烟的日子里，在和平宁静的日子里，当兵的人你在哪里？平常好像是我们似乎也看到军人了，但似乎也没有太注意他们，也可能有个巡逻的，也可能有个站岗执勤的啊，有一个看一看，平常我们不怎么看到。但是一旦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比如森林大火、泥石流、 SARS、 洪水、地震，这种自然灾害突然袭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身影，看到这些迷彩，
而且有些也可能就是个后脑勺，连脸都没看清楚，但是谁也永远记不住。我们只能看到绿色的背影。哎，但是呢，这种绿色、草绿色、迷彩、橄榄绿，这个给人民群众心中留下了一种永恒的印象。一看到军人，就是希望，就是一种力量。所以说，我觉得老说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讲了几十年了，从我们建军以来，我们的宗旨。今天我们仍然发扬光大，社会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来我们国家取得成就，然后呢大家都可以有目共睹。你不管市场经济这样的经济那样子怎么转变改革，但是呢这种精神，服务于人民的这种精神永远是代代相传，一直到今天在汶川大地震中又一次得到鲜明的展现。哎，为这次那个行动，我感到还有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哈，包括我们部队的一些什么军长啊、团长啊、师长，我感到，因为我在报道里看到了，就是某集团军的徐勇，徐勇军长带了一个小分队，15个小分队，徒步进到了文昌那个震中区。这人我认识，是不是？这人你认识吧？我认识。这个也不得了，一个将军是吧？这个危难时刻不但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包括中央领导，那么就是我从这里看的，从中央领导一直到我们的部队领导，都是在危难时刻，他不是是光光是指挥，还得带头。危难时刻我们的就是领导，也就是说在危难的时刻不光是将军，不管是将军还是士兵，都是冲在一线的突击队的每一个成员。对对对，那通过这一次一次的这个大的灾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人民军队的这种军队本色、军人本色。那几位嘉宾可不可以用非常简练的语言来概括一下，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是军人本色？在危难、在危险的时候，军队冲在最前面，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够贴心的责任，就是把人民装在心里，把困难留给自己，勇往直前，不怕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本色。我觉得军人的本色就是一种奉献，就是一种牺牲精神。在战争年代是消灭敌人，消灭来犯之敌，保卫祖国；在和平的年代，就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以生命代价来拯救生命。张主任，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军人的本色就是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常老师呢？那您作为一个老百姓，您觉得？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您看军人，这个军队就是人民的主心骨。换句话说呢，解放军就是老百姓的主心骨。哪里有老百姓，哪里有解放军，不管是任何灾难，只要有解放军在，老百姓心里踏实。为什么呢？他们知道在最危险的地方，甚至于说是能豁出命去，他们走在前面来保护老百姓。在现在和平的年代仍然是这样，哪里有最困难的时候，哪里就有解放军，解放军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中流砥柱，说我们也是我们民族的中流砥柱。所以在我们这个博大的国家里面，出类拔萃的就是解放军。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军是最可以信赖的，为了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一切。那这种人为什么不叫老百姓喜欢呢？那魏巍那个老作家写过谁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而且在和平的年代谁是最可爱的人，仍然是那些个抗震救灾的，现在在战斗在第一线的那些个解放军同志们，他们为了人们的安危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你说他们不是最可爱的人，谁是最可爱的人呢？我认为这个最可爱的人的称号应该
应该属于我们的子弟兵，在汶川抗震救灾的那些英雄们，新一代的最可爱的人，新一代的最可爱的人，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啊，最普通的来说，告诉我的孩子，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找解放军，甚至我让孩子出门的时候说，你要东西拿不动了，你看着那个穿军装的，你给他说，解放军叔叔，你帮帮我，他最可信。为什么呢？人民信赖他，给了别人，他可能把包给你拿走了，解放军不会的。只要他带着领章，穿着这身制服，那就是最可尊敬的人，最可信赖的人。老说那句话，灵魂接受洗礼，灵魂接受洗礼，也可能嫌我上点岁数，没分派我任务，没法去。我每天只要有时间，我就看一看媒体、电视、报纸。但是呢，我心系着前头，我觉得系住前线、前方。我觉得说，我祝福我们的抗洪部队千难万险，然后呢，踩在脚下，我祝福他们胜利，我也祝福他们平安，我也祝福更多的受灾的群众生命财产能够得到保护。我们不是光是体力的在这抢救灾，包括给被掩埋的发现的信息以后给他们对话，这是一种深情，而且也是给人民群众，被压在下边的人民群众，孩子们也好，给他们一种真的希望，鼓舞他们的斗志，让他们更加有信心，有自信心，你们可以救出来。这是很，我听到一个专家在电视说这很重要的，然后呢让他不停地给他说话，好像是慢慢通通说话，但是心理上让他调剂，然后呢他就更可以有生还的这个希望。对，就刚才像这个常老师说的是，让遇难者看到一缕生命的阳光。对，为了能让被困的灾民获得更大的生还希望，战士们不仅要争分夺秒的营救，还要不停地用语言同他们沟通，给他们加油打气，唤起他们对生的信心与希望。这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流，朴实的话语是战士心中的爱在传递，这份爱让生命的火焰重新燃起。就在等你们来救我，我相信你们会来救我。喊过，我听到你们外面有人说话，我就不停地喊救命，没声音了我就不喊了，我就流着泪气。我也坚持着。我现在还活着，我很高兴。我希望大家都不要为我担心，我在里边我会自己保护我自己的。你们来救我，我很感谢你们。我心里头经常默默的祝福祈祷，祝福祈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献爱心，关注一点一点，扎扎实实做起，未来这样我觉得一定会辉煌的，一定是美好的。我们今天我们刚刚学了一个歌，祝福他们，然后呢抚慰我们心灵的伤痛，然后呢我们以更加百倍的勇气迎接未来，祝福。所以说我觉得祝福汶川地区的四川的父老乡亲，祝福我们人民子弟兵，为银川汶川祈祷，为我们人民子弟兵祈祷，大吉大利，扎西德勒。
其实在这个抗震救灾现场一线的不光有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而且还有很多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前几天我看到咱们这个新闻报道，很多都是咱们部队退下来的一些退伍老兵，他们自愿的组成了一个志愿团队，然后也徒步的到达汶川这个咱们这个这次灾难的这个震中，也是奉献他们的一份微薄的力量。我虽然退伍七年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个兵，我可能一辈子都是个兵。我就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全国老兵吹响集结号，然后倡议这些老兵一起奔赴第一线，参加到这个抗震救灾的战斗当中来。当时我看到那个新闻的那个场景也是很震撼人心的，然后一样都是不是穿着绿色军装但曾经是一名老兵的这样的志愿者又集结在一起，他们冲向抗震救灾的一线。不管这个是社会形势，是军队建设的环境条件怎么变，我们这支军队的本身没有变，听党指挥这个精魂没有变，勤心勤力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没有变，不怕牺牲，英勇上战，吃苦耐劳，这个优良作风没有变。我们军旅文化大事业，我们以这次大地震为话题来谈到这种种方向，我觉得不单是照片新闻工作者、电影工作者用影像、用电影，其他方方面面、文字报道各个方面，我觉得说都是用自己手中的武器记载下发生在抗击自然灾害的现场的一个一个一个珍贵的瞬间，让它在历史中永远的定格，把人民军队、把人民群众这种大卫的精神永远的代代相传，把它弘扬下去。伸出我们的手，献出我们的爱，风雨同舟是我们共同的情怀，不受此刻浪中我们抬起了头，不受此废墟里我们站起踩着泥泞的道路，踏着瓦砾和烟尘，战士的面孔和衣衫被汗水或者灰尘改变了颜色，坍塌的废墟被战士的无畏和勇敢撑起，他们用感受着掩埋在废墟深处的心跳去抵抗坍塌的危险，年轻的身体温暖着受伤的大地，这是一个心跳在向另一个心跳靠近，这是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瞬间生死，每一秒钟都与瞬间的毁灭相继，义无反顾，出生入死，将士们在大灾大难面前的每一个瞬间都将成为人们永恒的记忆。这次地震发生后，有位军旅诗人在一首诗中写道，空军上将和士兵一起要用凝血的指甲把瓦砾翻到底，捕捉一线生机，付出百倍努力，喝令死亡线变成生命线，震不垮，冲不散，解不开，斩不断，是子弟兵和乡亲的同胞血缘。是啊，人民军队为人民，当灾难发生时，他们用自己的无私胸怀温暖了灾后的大地，温暖了灾区的人民的心。在新时期，他们依旧是老百姓心中最可爱的人。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几位嘉宾光临我们现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